现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为您讲解这个围甲联赛的冠军争夺战。那另外一盘棋呢，是由卞相一和范廷钰，这盘棋是快棋。对。啊，刚给大家介绍那盘棋主将之争呢，江西队已经先下一城。是的。对，他总共啊是四局棋，是、一个是主将，一个是快棋，还有两局，那总共四盘棋、嗯。四盘棋呢，如2-2，那主将是谁赢就算谁赢。是，所以呢，这个棋先江西已经主将拿下了。对，那个，哎，这是小范，小范是今天是快棋，嗯、快棋跟卞相一，卞相一呢，他们通过网络，因为那个卞相一是在韩国吧，哎，嗯，这个，哎，这是另外的，这是、这是杨鼎新，杨鼎新。和米玉婷，这是嗯，这是另外一个队。对，这是另外两支队伍的对决。是的。因为今天除了冠亚军之战呢，与此同时还同时要进行3、4名和5、6名的名次争夺。是不是全体都在进行着？是吧？是。哎，嗯。所以这次是集中全部下完。嗯。一次下完，这是也是以前都没有过的。嗯。对棋手的。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竞技状态上都是巨大的考验啊，连续18天作战，对，一共完成了15盘棋，如果是进入到季后赛的话，是是是，以前呢、都没有这样的下法，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下过这样的这个多轮的比赛，是现在这个这都年轻的小将，这个是黄鑫，好像是这个面孔有一点陌生了。陌生的，现在很多年轻的，我的名字也都叫不全。嗯，可能脸就是名字可能。这谢赫和黄云松，这谢赫你看脑门啊，跟有点向我靠近了啊。谢赫还是这个过去都是非常非常厉害啊，不是说现在也比较厉害，但是谢赫。最近就是响声不太响哈，这个看谢赫的棋啊，这个比较少了。现在说这个，现在范廷钰啊，范廷钰现在是当打之年，他对这个卞相一，卞相一呢是韩国现在是排名第4，是，非常厉害。好，我们看这个黑棋卞相一，白棋呢是。我们的范廷钰，他们这是快棋赛，快棋呢，他是在下午1点开始赛，他们用11个小时啊，就是围甲四局当中有一盘棋是快棋啊，这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赛制。是的，嗯，3-3，这个是建兴就点3-3，这是最近都是流行的，点3-3，它是长的，对，飞的，它没走这个啊。这里面的变化呢，走那个变化后面扳的角的段呢是变化比较多，现在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走完这个之后呢，他也要点3-3，他说你的给我点了，我也再把你给3-3点了。大家互相点个3-3，你来我往，然后这个他就是不是长，如果长那就还原了，这大家等于这样了。是不是、长得一样他说走这个实在就是这么下的。然后呢他是守了一个角。这个我觉得是符合啊，这是我的观点，就是手脚还是大。这种布局各种的下法都有，现在他的星位分了一个。走在这里。对。分在这里。分在这里呢，黑棋，不，下一步是有一，这个是很大，他为了抢的这个呢，他是走的这个，如果走这个，他可能还担心下一步以后有这个飞，是吧？抢在这儿，这么交换的。好，这样交换之后，白棋呢在中央走一个，我也觉得像这种中间开拆啊，过去都认为是非常大的棋。都是必争之点。双方消长的要点。对，我也觉得这个不小。现在好布局，这种大家都站的位置都差不多了。现在呢，黑棋走什么呢？黑棋是挂角。挂角。挂角。
好，刮这个角，刮这个角呢，他下的很有意思。现在白棋啊，他是走这个，嗯，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是过去也很常见的，现在是他尖一个，尖一个呢，最近流行的是这个或者这个是吧？这个比较多，但是如果走这个，我猜想啊，他可能会走这样的定式，连扳。好，连扳可能会走这样的棋，嗯，可能会这样下。那接下来白棋，嗯，打吃，嗯，打吃，他走这个，然后打拔，对对对对对，就这一类的啊，嗯，打吃，哎，这样，对，争子不利呢，就是这样，是吧？这样黑棋整体配合来起来的话，哎，他可能觉得这样选择是比较好，嗯，哎，你，如果这样是吧？嗯，哎，他可能这样，哎，就这样，一种作战吧，是吧？是，哎，好，我猜想他是会这么下，他呢下什么样呢？他走完这个之后，哎。白棋再打，而是虎一个。哦，这边直接脱先了。直接脱先，嗯，直接脱先，嗯，这个下法是不是有点惊奇？而且这两个是要尖掉。是。为什么要尖掉？嗯，一般来说，如果脱先的话啊，直接脱先的。哎，对。为什么？我总觉得像要走单走，可能是不是还好一点？嗯，脱先。那。啊，尖掉是不是因为担心黑棋直接点呢？那也有可能。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黑棋是双飞燕的话，啊，白棋再尖，我再尖也是不可能不长的，也是能尖到的。对呀，嗯，这个下法真的是什么都有。现在啊，目前现在变化多多，这个各种这个思路跟我们都跟不上。但是呢，这个下法。我看了 AI 的提示，嗯，跟 AI 的提示是一样的，哦，看他有研究的，AI 就推荐这样的白棋下法，就尖一下，尖完再虎，哎，打了虎，哦，这是 AI 的首选，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们之前是有深刻研究的，嗯嗯，因为他这个跟这个腾讯的这个决议啊，是走的是一样的，推荐是完全一样的，嗯，决议就让他尖了打了走。是之前我觉得他这个参考图啊，嗯，他是经过小范是经过研究的，嗯，咱们现在国家队用的训练的工具软件是，嗯，就是决议，就是决议的，哦，对，这是决议推荐的第一首选，是就是这样，他让你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嗯，然后呢他就压，他说我这个形状虽然难看。嗯，但是很实用，我叫实用，就是这样。哦，打了我就站。后续也是决议推荐的，是吗？就是这么下的，哦，对，这是决议推荐，觉得这样下也可以，白棋不错。哦，他认为白棋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嗯，本来以为白棋靠完压，因为靠压完，一般来说要长出去嘛。对，如果长呢，当然被黑棋长很舒服。这个形状，我觉得白棋嗯很难看，嗯。那这两下哎很难看，还不一定划算。对对对对对。嗯，这就比较难看。这个不，白棋可能形状不好，嗯，不满意，不满意。对，但是他是虎的这个，对，看似觉得被打是很委屈的。嗯，然后呢，他说不怕。嗯，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个角啊很大，角很大。嗯，不同于三路，这是四路的大角，它是粘的。如果你立呢，它会断。嗯，它会断，是吧？哎，如果粘呢，它可能也是断。那么实战他是粘在上面，然后他把这个打掉，哎，等于是一个子一个子抠，把这个大角肥大角给拿住，这就是小范走的。这个下法呢，是决议认为是白棋还是不错，给分还是挺高，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棋局啊，还是还早。啊，也是刚刚开始，应该看似那个很委屈的形，实际上它的肥角啊很大，哎，这个现在是符合现在的这人的这个流行的下法，因为现在是就是要实战，而且不问那个形状，不讲究那个形状，而要实惠，只要实地
实地至上。实地只要合适，至于你说我打一个大饼，那都不在意。也看实际的效果，看抢的实地多少。然后实战呢，他走的什么呢？是这步。走这个。这个也是像似一个大棋啊。因为不走应该是说这个形状不错吧，是吧？这是要想抢的一步棋，感觉是挺大的。然后下步他走的这个，这个是倒是以前就是常用的一个适应手的手段。你如果走这个呢，这脚上啊，以后我有个活脚。有一个活脚。你弄的你。你怎么吃我？我这个脚上有一个，你吃净杀不了。是。他实战走的什么呢？他是粘的。粘上。粘在这儿。他是走的粘上。如果你走这个呢，这以后这面是有利用。他就试你硬手。对。他粘的。粘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如果不走这个容易损，是吧？他是走的这个。掉在这里。对。阿尔鲁菲，这个形状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如果你走这个，我这脚上，这个脚活得很舒服，是吧？这得像个点三三。对了，你走这个也是这个，所以这个脚是两头都有的走，两路清分，他冲了一个，打冲了一下，把这个吃掉。嗯，但是他这个棋呢，他有个尖，对，下得很灵巧，这个点是一个名手，灵巧。实战就是这样下的，这个地方走了，你要是黑棋来硬来杀我呢，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手段。这白棋这个形状还是比较生动啊。下一步，黑棋打入。打入一个，你这个宽度在这儿，我打入一个倒是是一个好的一个位置，如果给你分开打掉了的话，你如果走这个呢，他觉得这个不满意，是吧？太小了。我这个太厚了，我直接给你分开。这个如果能成立，当然好了。我们看实战，他走这个。先接一下，试一下硬手。对。然后黑棋实战是顶的脊柱，在这借用一下，看看你走什么。你要是说。这个走什么呢？你一个 长一个呢，一个是走的。如果长是吧？我这个搬粘是随时有先手。搬粘有先手，我这尖你尖这个。那这颗子有点危险。你要是硬来的话，我就这样。对，这是我希望的。开吃了。不，你这个这个这样的话，黑棋就比较被动，不知道你走什么了。不好走。所以呢，他你如果单飞，他也是这个，走这个。如果长，他能够搬了连搬，是吧？如果你退，我就搬了能断。所以呢，这个形状就先尖这个黑棋顶。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尖，我有可能走这个。那颗子就不要了。就下法不同了。就下那这白棋这个得哎，对，这样我再爬。这样的话，你就反而是两头被打断了。对，这是黑棋希望的。所以呢，这个时候黑棋白棋不能马上捡。他走的什么呢？他走的干脆我损一个吧，连扳。是有点损，但是没办法。对，把这个吃掉。吃完之后吃这个。这个我就给它定型了。定型完这之后给你那个打断补上之后，然后我再这面煎。他是先把这个脚吃了。如果搬的话他还不太肯。如果这样交换呢，他觉得这儿有利用，飞出来还不太肯。他呢是直接在这儿打了一个。像这样的棋啊，他在这个地方打一个。这个棋我要提的，不能粘了，粘了被你打了搬，是吧？他走这个。然后他再接。再打这个呢，他怕就后手，所以他要尖这个。实战就这么走的。黑棋是，对，实战走这个。这，对，然后他走这个。对，这个小尖是很常用的一个棋形。小尖，不，因为他这个地方都多了一颗子啊，你呀、不知道走什么，你要走这个，我这就连扳，你不好扳。这个形状
白棋就黑棋啊，没什么手段。嗯、对，那颗子直接被断到空里了。哎，这个正好你不好办，嗯、是吧？嗯。那么你说你往后退，那就啪啪连扳，这个黑棋给闷进去了。那么走什么呢？这个地方有点那个，有点不舒服了。走什么？黑棋实战是。这先点了一下，这个点一个下不出手啊，下不出手，这个棋啊就不肯啊，嗯，总觉得不太肯。实地上有亏损啊，我这个有点亏损啊。然后他是想办法，头假如你如果走这个，现在可能还不行吧？我怎么觉得这样走的话，嗯、这样走，棋就算我走这个，你也不太好。嗯，好。也不见得行。那这样的话，黑棋打吃，嗯，然后打吃这个，嗯，这个就算不我这样走，你也没有活，嗯，哎，可能我的下法有点不太妥，哎，这样也没活，倒是，嗯，嗯，打吃这个也可以。这样黑棋、嗯、这底下提这个啊，提这个。嗯，即使活了，好像也不是很舒服。嗯、对，啊、这个可能还不肯，就是说他不愿意，不愿意。嗯，他是走的什么呢？实战走的是小尖，尖在这个位置上。哦，尖在这个位置上。对，那这个位置跟刚才那个图对比的话，哦，也是为了防止白棋搬了连扳。嗯嗯。好，尖在这儿，终于算出要走这个。他长在这儿，怕刚才那个断。他走这个呢，就搬，他就搬这个。刚好是个虎口。哎，是实战就这么下的吧？啊、没有，实战白棋是挤了一个。那我虎是就还原了，对吗？嗯。还原了，嗯。他是走什么呢？黑棋粘上。粘上。然后白棋扳住。比较狠，白棋也非常狠，非常狠。这个先交换一下，就是说防止他连扳。如果单走嘛，刚才说这个直接就连扳了，是吧？嗯。因为有这两个交换，你这个连扳就不成立了。为什么这一打、嗯、这不打穿了，是吧、嗯？多了一个这个。对。本来是打了，我能够立，你来不及，是吧？是。所以他点完之后，小尖这个不过也是先损了不少这个气。然后硬挤上，然后再粘住，然后再扳住、嗯、这个白棋下得也很猛。如果你只是在这里活，比如说我这么活啊、嗯、这样就算你活了。嗯。这还再补一个。还有那不满意，这个黑棋不满意。这个这样只是这么委屈活其实是亏的。是。嗯，都给白棋走了，你再活着这个这样的下法是个后手，不可取，不可取，这不可取啊！活了也不能这么下、不能这样，不能这么下。嗯，所以呢，黑棋要想办法。嗯，黑棋走什么？黑棋实战是先打了一下，然后这边硬冲，嗯，主要大家然后再冲出来，冲出来好。白棋这边没有直接断，先扳了一下。这个狠，他是希望这样，这样。是吧？嗯，这个对杀气呢，倒是黑棋可能有利，是黑棋有利，因为什么呢？你怎么杀我气啊？这个棋不好、嗯，不太好，不好弄，因为我这个长是先手的，争子有利，嗯，是吧？嗯，你只要敢一打，我一长是变成先手，这我就活了，嗯，所以黑棋希望走成这样，这样黑棋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棋当。这样的棋，在这样的这样的棋，它这一颗子它不断，它是来了一个什么？它这个，对，然后这个，嗯，然后再扳这个，嗯，然后吃的时候呢，嗯，这个再往下挡了一个，哦、走这个，然后你要提这个，你粘上就没意思了，粘上被我这个你也没啥意思，是吧？你必须提，然后我再断，那我这儿有多一颗眼，是吧？然后加一个，嗯，然后我这个走在这里，这儿要活。如果这样的话，黑棋看似也没有什么得处，没意思。黑棋可能麻烦，是黑棋不太好、嗯。不知道白棋这样下是想吃黑棋，还是说最终不吃也行？
不是这样的黑棋，就整个形状啊，嗯，就不太好办了。因为你要我这儿有眼了，你要杀我这个白棋很困难。然后你这个呢，眼呢，你再去做，嗯，哎，你可能是只能这样了，对，对吧？对，因为外面你没有路了，是外面没有路了，这个棋黑棋很困难。白棋这个下得好，搬了连搬，再把这个子走，一下子把黑棋啊，这个全打乱了。这个地方黑棋有问题，黑棋这个地方啊，作战可能方向有问题。嗯，这个下法白棋是有利的作战。嗯，黑棋因为这个地方白棋给它圈在里面，白棋施展手段是说了算的，这黑棋这个地方下的肯定有问题。这样下形状黑棋一下坏了，别的地方你不好的这都紧着气呢，你这个地方是没有的，没有路的，只能在这地方走了。实战就这样。对，实战是，哎，对，你走这个，这一出一走这个，你这个杀气是没用的，他走这个被他搬，嗯，实战就这么下。然后黑棋是退回来，对他粘上，嗯，粘上，粘上，那就这个和这个杀，但是呢，这个棋要杀白棋很困难。嗯，杀这个白棋很困难。嗯，他这还有头呢。是啊，实战他走这个。实战是这边先尝一下，尝一个是你的先手，他、嗯、是压一个，然后就尝是先压挡下去的、你如果走这个，我这就活了。好，这就活了，就没就结束了。对，那黑棋自己就死掉了。对，你只能是这么来杀我，让我这个和这个杀气，你太累了。嗯，这个黑棋就显得很累，而且我这儿还有个这个呢。打吃你本身就说不清楚，实战就这么下的、嗯、对，是这么下的。那所以这个棋是黑棋、哦、这个明显的就有问题，黑棋明显的要劣势了、嗯、这前面可能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打入的问题，还是后续的下法，后续也许打入可能就勉强，嗯，也许是这样。我反正现在的结果是黑棋明显的不对，是、嗯、黑棋白棋这个下法很有利，实战就这么下的啊、哦。然后打吃黑棋是打这个，嗯、打这个，白棋打这个，他提劫，提，你先有劫先提啊。黑棋是这个断了，断的一个，断一个，这个棋就算是征子也有点，这个总是是很，就算征子也有问题。嗯，这个他除非是什么、嗯？除非我要这么吃你，这么吃，嗯，这么来或者怎么样啊、嗯？这么吃你，然后呢，这个棋倒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就黑棋就可以了，这边征子那边征子，嗯，哎，但是不会，白棋不会这么下，白棋走什么？看看啊。来，先搬了一下，搬一个外面，只要你争不掉，嗯，因为你这个是后手，对吧？我这拐了，嗯，别的地方就没有棋了，别的地方，哎，你这个都没有用，这个它能吃掉，嗯嗯，如果搬成你这个呢，就已经你难受了。对，嗯、搬的时候黑棋没粘，嗯，黑棋是断一个，断了一个，哦，啊、断一个呢，如果你吃这个呢，它可能是这样。啊，要这个打先手，这就争掉了。哦，走这个他能打这儿争，如果你提他就打这个、嗯、就争掉了，是吧？啊，争掉了，这都打这个争掉了。嗯，那这是不行的，断不能吃这个，对吧？嗯，白棋走什么？白棋是跳这个，跳这个跳一个是这中间呢就已经可能就解脱了。为什么呢？你走这个之后，这个争不掉。嗯，你在这儿争啊，我这个就怎么争都争不掉。你在这里，我这有个打，这就解脱了。这中间呢，这个杀不掉白的了。嗯，是吧？你只能是跟这一块、嗯、跟这个纠缠了。那么他现在呢？你要你不能提啊，提了这一吃就没了，对吧？你只能粘，对，或者是打，他是粘了吧？实战是这边。冲了两下啊啊、哦！先是冲先冲，对，先冲两下，先冲，对，就打了一下，对，然后白棋是长，黑棋是走的是这个，走这个，嗯，这个棋总觉得是黑棋太勉强了，
所以就是会计啊，有可能他觉得这个会计啊有点变化，但是这个企业到现在这个企业就很困难了，有点困难，因为这个他抓了一块棋了，是吧？是，这一块棋太重要了。现在打这个白棋走什么呢？白棋长一个，我怎么觉得长一个，这个就不好办呢？我这个吃它走什么呢？这不是就麻烦了吗？哎，对呀，这个棋打劫都没有。这个棋难道我把这个吃掉，你还能把我这个吃掉吗？有吃掉吗？这个棋打吃我就粘上，没有问题吧？还有实战就这么下的？实战是这边先打了一下。好，先打实战给我看啊。实战先打是。对，这个时候。现在该白棋。这时候打一下。对，打一个，我粘上。粘上。然后吃的是这个。对，我走这个。哎，白棋是。起飞。为什么不提一个？怕什么？怕什么？中间能死吗？是这个压，如果先手压不先手哦，压我就压的话，我就最笨的，我就粘上也可以，好像，或者是这样就可以啊。这个不是先手。那这黑棋这边能出来吗？那不也出不来？出不来也出不来。或者说这个棋啊，你拐一个。也没有用，我觉得，除非这个，这个呢你就粘住，对吧？走这个，走这个呢你就这样俗一点，因为走别的话被它挤掉或者怎么样，是吧？你就走俗一点。我怎么觉得杀不掉白棋啊？这个是不是就明显，黑棋就完了吗？那黑棋如果刘老，哎，如果上演出苦肉计，不知道行不行？比如我这边先跑一下，哦，这个都没有用，这个我就让一下，就再跑一下，然后啊，这个再转一个，太那个什么，我这个都再跑一下，这个不像可以的，不像可以，不像可以，这个气不够，气不对，气没有，没有气，确实是，是吧？没有气，我看不出别的路数，反正我就一门心思杀掉，就算结束，这是我的看法，直接就干掉就完了，就不给对方没有看不清的机会。不是，我上面只要看清，只要你杀不掉，这样就。我觉得啊，这个黑棋就没得下了，而且这一打不是这个角也没了，只要中间这个什么就行了。他小范，他没走吗？他没走，他是走了一步这个，团了一下。这个我就吃惊了。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实战走成这样。团在这儿，这步棋是。这棋不提掉，中间我是看不出来。还担心中间。担心有什么担心呢？气跟气有关系吗？哎，刚刚说走这里，如果黑棋真的就强杀，就走着拐过来。哦，这个不会有。就杀气。哦。飞一个杀气。哦，这样下啊。走在这个。好，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长。四五六，这样的话，他大概是这样啊，哎，这样是吧？一二三四，哎，这样也是白棋快，也是快棋，也是白棋快。哎，你这样是这样吗？我先做个眼儿，这个都长期吗？做长做眼儿好，做这个。这团住，团住，走这个一样，二三四，快一棋吧，白棋，也是白棋快一棋。这黑白棋是五棋，黑棋四棋。白棋也是快一棋，如果这样下也是快一棋。我怎么看不出他能够求稳？还有这个加一个也没用吧？
加一个，加一个，我走一个顶住，顶住也可以。嗯，顶住，顶住即可。你看，你如果长，我走什么直就这个就可以了，直接冲出来。嗯，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你能这个还有别的变化吗？我都看不出来，暂时找不到。找不到别的变化，对，是吧？哎，应该说这样的就拿下了。嗯嗯，但是实战呢，小范居然没这么下，我觉得应该他相信他的道理。哎，因为小范这么个大国手，嗯，哎，我们这个在旁观着，可能他隐藏着有什么更害怕的东西。中间或者说你能发现有还有别的棋吗？嗯。因为这盘棋是快棋，快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因为快棋用时比较短的原因，哦、也有可能。小范呢，也许看清楚了，但是可是不是要有一个这个求稳的心态？哦，也有可能啊，有这种可能他认为中间哪个，如果我这么走了，把我中间杀掉，他可能觉得不对。嗯、快棋的话是、嗯、每步棋要读秒，要读秒。嗯，哎，他认为这样走啊，就也是不错的。是吧？比较稳，稳好、嗯，我们这个比较稳，当然是这样实战。他一走这个呢，嗯，黑棋，黑棋是走的是这个，走的这个，嗯嗯，你要多一步了，然后他再粘上吧，是粘上，对吧？粘上，对、嗯，我怎么看不出做眼？有什么办法、啊？然后他也跟着收气，是吧？嗯、这个收气，这是没有。然后黑棋是团住，哎，那这不能，既然杀了，那就跟着走啊，这没办法了。是吧、嗯、跟着走杀气。嗯嗯。这是杀气。然后呢压一个。嗯。如果我走这个。如果走这个。嗯。就算他走这个。是吧嗯。也是可以。嗯。也是可以。嗯。这黑棋整走这个，我就走这个，嗯、也是可以。他是单走的这个，是吧？单压的，嗯。然后白棋在这儿放气，长气。嗯，压。嗯，他不是尖，他是我刚才摆的尖，他走这个也可以。哎，实战就这么下。然后黑棋是提劫。提劫，对，这个劫太大了。嗯，白棋粘上。我多又多走一手棋，这儿一手棋两手棋，我都舍不得走这样的。但是他现在是没办法，既然吃你了，是吧？嗯。但是吃着了也行，应该是吃着也行。总觉得没有那个痛快，这吃抓掉就你一个杀不着不就完了吗？嗯。他觉得他黑棋总有办法杀掉他，他可能反正我没看出来啊。嗯。好，这个棋呢？这个。哦，立的还不是提这个？提这个吗？提这个大概走这个。这不是就也是眼杀对吧？嗯，这个就杀掉了，杀掉它也可以，杀掉就可即可。好，我们看看，它是立的，立的是吧？它提劫，对吗？嗯，提劫。没哎。嗯，不提劫吗？它要现在黑棋。哦，黑棋立的是吧？他在提劫，提劫，然后黑棋是找劫财打了一下，打是劫财，对，嗯、再提回来，提回来，嗯，白棋找劫，白棋就算了，对，吃了一个，吃了一个，嗯、非常稳当，哎呀，他下的太稳了，这个劫都不打了啊，他下太稳了，他你看这儿加一手，在这儿加两手，把这吃掉，这还留了个大劫呀、啊嗯，非常大的劫，好，现在黑棋。他也不提那个了，他现在觉得提了之后，这个地方活了，他觉得被吃了，他也不便宜，他走什么了？他走这个了，动杀心了，动杀心走这个，冲了一下，冲一个，他挡住。嗯，当然这一块棋要是能杀掉，当然好了，实战就这么下的。嗯，是吧？嗯，然后走这个，这儿是一颗眼，外面白棋要寻求眼位。实战，说白棋是小尖，对小尖，对小尖一个棋锋难处走小尖，应该说外面走寻求一颗眼呢，应该是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太宽广了，嗯，而且它的利用啊有限，
这个地方呢，气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长，这个气啊，嗯，这个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白棋是把这个吃掉，但是这个吃的我总觉得不是很舒服，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提完之后啊，这打是先手，你还不能从这儿紧气，你只能从后面紧气，这个气反而是有个结，麻烦。嗯嗯，好，我们看实战。哎，继续吃，对吧？还是走什么？先交换了一步啊，黑棋啊。哦，对，脚上先搬了一下。啊，这是他的先生，这是先生。搬完之后，这边选择了一个阵。哎呦，这个比较狠，开吃，比较狠，比较狠，这是比较狠的。嗯，这也是，嗯，坐眼，嗯，是吧？嗯，这么个坐眼反而应该是没有不可能要这么大长的杀气不容易，要杀棋还是不容易。哎，你除非这个要借用啊，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力，要多出两个子那行。嗯，哎，现在目前我认为是杀不掉，现在实战。黑棋这个棋呢，补不补呢？啊，反正有些利用，这个地方有利用，是吧？哎，黑棋如果再杀这个，不走的话，它这个地方它能够靠一靠，有做眼呗，是吧？嗯，黑棋退了一个，退一个，嗯，退一个，够老实的，嗯。然后白棋是虎。退一个，他是想虎一个呢，就是说你挡我就做眼。哎，如果来点我这儿还有冲断，那你更不容易吃了。嗯，然后黑棋是小尖。哎，这个好，这个好。嗯、小尖棋形好一点，棋形好一点。是靠这个，这底下是一个铁眼，这是肯定的了，是吧？嗯。但是你要靠这个打劫做眼的话，可能还不合适。嗯，如果打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有一个是活。做这个是个打劫活，嗯，但是这个棋白棋不可取，不能这样。如果到打劫的大龙打劫，那就不对。实战就在这儿。实战是黑棋，嗯，搬对吧？这边先搬了一下，然后白棋是弯，哦、黑棋是在搬这个，搬这个，嗯，黑棋还是两头缠绕，对，两头缠绕，嗯，这是黑棋希望走的，退一个，退，嗯，啊，点上。哇，够狠！如果长，难道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活了？是不是就这样就活了吗？嗯，哎，这是铁眼，那就是这个他这个都不肯，这个给他活还不肯吗？不肯，他觉得这个形势并不乐观，所以呢，他就点在这里，他就搬，是吧？嗯，我觉得这么放出来吃的话，黑棋是退。对他这儿多了几个之后，可能跟这儿也有影响。跟这儿有影响，嗯，好，点这个，点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不走的话，我这儿有个冲，这个白棋就黑棋的形状不太好，嗯嗯，这里有挖，这里有拐下来，是吧？哎，嗯，你要不要硬吃我？黑棋实战是，哦，加了一个、哦、这个，这个不可以吗？这样紧着气不行吗？比如说这样，哦，他怕断，有可能怕断我，也许啊，嗯，这个是不是担心这个？这黑棋，嗯，感觉。然后逻辑上，那个就这个地方，如果他想杀的话，嗯，事先可以直接杀嘛，就是他先撞了很多气，这个里边的气，嗯、然后再开始杀，那这边先手就少了一点。这个封他这样封，可能怕封不着哦，哎，发不人，这里有脚吃嘛，嗯，你如果在这儿堵的话，他就把这个吃掉，嗯，他觉得这样你杀不了气，你要这样打他这样，嗯、你还。破眼啊，这路太这个吃不掉，嗯，所以呢，这个棋啊，他实战呢，他就松着气加一个，松着气，如果
白棋没有气的话，这个地方它收气啊，有个打劫，很讨厌。哦。嗯，有点威胁，对白棋是有威胁的。嗯，白棋叫什么？白棋是提劫。提劫，嗯嗯，这个如果被他提的话，真的收气有点讨厌。然后在这一块，提劫黑棋打了一下。嗯，这有回劫。嗯，然后再提这个。嗯，好，白棋冲吗？白棋是飞，飞这个。嗯，这地方，哦，这个棋有点狠。这个紧着气，他要紧着气。嗯，那我这个冲呢？就挡住。挡住。嗯，我断呢？啊，打吃吗？对。哦，这个就麻烦了。打吃我就提。不是，这个就麻烦了，可能我这一提，白棋气少。你看，这一脚吃，哎呦，这个黑棋就好回来了。是。这个就白棋就麻烦了，嗯，这个麻烦。所以呢，这个棋啊，这样的棋啊，嗯，挤不能随便冲断。他走什么？挤白棋，先提劫。哦，先提劫。对，先提劫。如果我紧气，紧气，紧气，白棋紧气，紧气。哇，这一脚、哦、一步脚吃。对，这个劫不仅因为你走这个，我能够一气杀，嗯，对吧？对。哎，这个棋呢，你走这个，我也能够一气杀。嗯嗯，这还能赶得及。所以这个棋它挤的时候，它是提的劫、嗯，对吧？提劫、哎。然后黑棋先找了一枚劫材，挤了一下。挤了一下。粘上。这个其实都舍不得找这个劫，但是它提劫，对这个劫很要紧。这个。然后。白棋走什么？白棋这个时候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是，嗯，是吧？对，这个入不进去的，对吧？这个打你这个棋，这个也下不出手的。嗯，这一走，这个、下不出手，这下一走，这个他一冲也冲垮了吧？所以他是走的这个，是吧？对，然后白棋提劫，白棋劫，嗯。嗯，这个因为下不出手，这又叫吃。所以说，我最狠的是这个，最狠。但是呢，他又走这个，嗯，对，是吧？你收气，黑棋没有气了，可以收气。哎、嗯，这个棋两头都是那个，你如果这个还不满意吧，这个是还满意吗？把这个吃掉，只是围这个他不满意、嗯、吃三个他还觉得不够不够，所以呢他实战走的什么呢、嗯、再找劫，实战是拐的啊、嗯、因为劫材有限呢、啊、没有劫材了是吧，全部没有一个劫材，他拐一个要吃大，我把这个提了、嗯、那我要吃这一块了，然后这边打了一下，好粘上，粘上这一块看看能不能有没有希望，嗯，黑棋再走这个吧，这个这一叫吃要吃的、嗯、黑棋实战是单粘，为什么不挤，为什么不挤，挤这个，嗯，这个棋不是马上就康康两下都先手吗？是吧，嗯，先手不知道这个挤一下，挤一个白棋有什么办法吗？他如果走这个，我断进来，如何是好、嗯？就麻烦了吧？嗯，白棋就麻烦了。是不是黑棋想把自己？黑棋只能走，白棋只能走这个。我吃这个，你吃这个，然后再走别的。嗯，哎，为什么不挤一个呢？他如果想要这边粘的话呢？白棋如果粘、嗯、这一代先手，对于这块棋有关系，还有想法。他粘上了啊，白棋粘上，嗯，然后黑棋挤在这儿，挤在这儿，嗯，是不是觉得这里多个子被杀他有一点？哦，他杀，他想杀、嗯、动杀这个心，他走这个，他可能不杀这棋也不够了，走这个是吧？实战就这么下的。哦，这个挤的时候白棋没走这儿，白棋是收气，嗯，咋办？走这个，嗯，收气，然后黑棋是、嗯、再叫吃，先没，哎，先没走，先这边先走了几个，先团了一下。然后白棋是团这个，不会吧、嗯？不对吧？没错。啊？对。他为什么团这个呢？嗯、我怎么觉得不对呀、啊？
团完之后一路搬。这里有个搬，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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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次序不对啊？哦，这对，事先这里，这里粘和搬先交换了一下。啊，这两手棋先有两手棋。哦，应该是个这个方向有点不对劲，我觉得。我看一下。这个。就是白棋消劫的时候。五六。消劫的时候，黑棋粘。粘上。白棋虎。对。然后黑棋再拐这个。不是黑棋粘上。黑棋粘上。黑粘上，对，黑粘上。黑粘这个是吧？对，黑粘这个。粘这个，他没有走这个，走这个呢，他觉得这样的话，这里有一些利用，说他想。想多一颗子，是实战就这么下的。然后现在黑棋是团这个哦，这边多一个子，这个团。不，现在是该黑棋走。黑棋是团。团这个。团这个，作何想？啊，他觉得这个没意思。这样呢？就这个。他是团的这个，这个要杀这个气啊，好，他团这个，他看来他是想杀他气嘛，不明白。然后搬一路，搬一路，然后做眼，白棋做眼，黑棋是搬，这么杀和挤在这儿杀，我们看看啊，是这里有一颗子，这里有颗子，这样的实战，白棋是跳这个。白棋跳，他把这个断是先手，对吧？这是应该他的啊，跳的是这个，跳的是这个，跳这个，跳这个，跳这个，这个就是说我这一断或者怎么，我这个就是铁眼，对吧？这颗眼你的怎么破我？就这么下的。哇，要大杀他这块棋，挤掉，要吃棋了。真正是这个，这个变相要吃棋，尤其是快棋啊。这是个贴先手吧？这个能吃着吗？啊，不容易吃着。团这个吃，因为你别的都吃不行了，因为他这个先手啊，这尖先手，你这个吃，这先手已经不好办了。而且那个脚上还有跑，还有这个白棋先跑一下。哦。黑棋挡住，然后顶住。因为这个先手是吧？然后黑棋是想接。这个好像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出棋了，不用走中上面了。好，这个棋我看已经有点什么问题了。白棋先没力，先是靠的这个，靠的这个，靠完之后搬，然后是退，怎么办？如果这个啊，好，我就俗的走这个，这个。这个就结束了，是吧？好，如果这样是不行的，那么现在这一场我估计他已经不好办了。你要双的话，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这一冲还能挡吗？挡不住了。这样就结束了，而你要是补这个的话，他双还先手，看见吗？这一打，这又断，这个也挡不住了。这儿还有长，这个怎么能吃呢？吃不掉。我估计长在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该认输了吧？对，长的时候黑棋最后两步棋交换了一下就认输了，啊、这边打了一下。对，这样跟白棋提交换，对吧？给白棋提交换。现在这里是最后一手。哎，这样，你这块棋怎么能吃得着呢？这块棋不容易吃着。这个吃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也不对，可能快棋。黑棋啊。这个吃很勉强，很勉强，不容易吃着。就先不说我从这里做眼，我都不从这里个已经收不住了，已经是漏洞百出。这个棋呢，实际上是开始啊，
在这个地方被白棋的连扳给他一个假眼把他断了之后，就已经这个棋就不对了。嗯嗯，前面这个棋白棋小范下得很好，就在这一带就已经确立了优势，后面是黑棋不得已来硬杀白棋，但是呢那个是无能为力，杀不着，这个是很根本杀不掉的。嗯，布局就这一带之后就已经是形势大优啊。嗯，不管怎么说，这棋是小范最后呢下成这样就已经中盘获胜。是，嗯嗯，那这盘棋下完之后，现在最终的结局吧是江西对3-1山东日照。哦，那就已经是江西获得冠军了。对，也就是说江西只输了这一盘儿。他就算在如果不是主将的话，再输一盘的2-2的话，他主将胜也是赢。是吧？嗯，哎，主将那盘非常关键。哎，主将只要赢，再赢一盘，他就已经获胜了。是。所以呢，今年这个江西队获得了围甲的冠军。是。这个是也是，这个是可厉害啊。嗯。那其他的名次的争夺呢，赛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先给各位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好的。三四名的决赛呢是成都对苏泊尔杭州队，是以苏泊尔3-1获得了胜利。好。五六名呢是重庆队对江苏队，战成了2-2平。哦，也要看主将。是，也要看其中主将的是谁获得了胜利。对。嗯。嗯，那就是这前六名都出来了。是，嗯，那最终呢是江西队这次夺得了2020年的甲级围棋联赛的桂冠。对，啊，这最高兴的可能是不是这个刘老，哎，是不是主教练心情是非常激动，非常高兴的。是的，是吧？那么江西队获得冠军，嗯，那么亚军就是山东队了。是，哎，姜维杰这个队。对，第三名是这个。我们说是第三四名的还有一个比赛出来了吧，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嗯，对，是杭州。杭州，是杭州队。苏泊尔，是的，苏泊尔，苏泊尔第三。是，嗯，好，这个前六名都出来了，这那个我们呢就是表示祝贺吧，咱们不容易。那这次比赛的江西队的主教练，我们在赛场也采访到了他，好，我们先一起这个听听他的心情怎么样。好的。嗯，应该说非常激动。虽然从今天的棋局的进程来看，我们一直是优势，尤其是主将啊顾子豪这盘棋，但是过程比较纠结啊，毕竟这是冠亚军决赛，大家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啊。另外呢，我们整个今天在下的过程当中，群里面也是非常安静啊，直到我们这个最终夺冠了以后啊，我们才开始热闹起来啊。我觉得这个冠军对我们江西啊意义很大啊。应该讲结果还是非常圆满，但是过程呢还是很艰辛啊，确实很不容易啊。虽然我们网络赛拿了冠军，上半程也排名第一，但是下半阶段一上来3连败，让我们还是能受承受了很大压力吧。尤其是主将顾子豪啊，4连败以后，好像当时给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啊。好在小伙子们挺住了啊，这当中的艰辛啊，我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最终这个结果啊，也应该啊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整个赛季表现，我觉得大家都很出色啊。首先呢，顾子豪啊，在主将的位置上，虽然中途有一段连败，但是我认为这也很正常，因为一个队员他不可能一直保持那么好的状态啊。好在这后面这个挺住了啊。那么许家瑶是我们队的中坚啊，表现一直很稳定啊，上半年下半年啊，尤其跟杭州队对冲的时候，他战胜了韩国的第一人申真旭，这盘棋啊，也让我们这个看到了夺冠的希望啊。外援卞翔毅呢，应该是前段时间，尤其第二局的时候，我们对冲表现最好的啊。对重庆的时候呢，他当主将是帮我们这个渡过了难关啊。那么其他几位，你像这个彭丽瑶啊杨凯文啊，都很出色啊，都在关键的时候都能挺得住。这个我认为是我们对中这个这种氛围特别好，大家很团结啊，这很重要啊。嗯，好，
这个刚才就这个采访的这个领队啊，于平，这都是过去的这个也是职业棋手啊。是。这个本赛季也都结束了，他祝贺他们获得冠军。今天我们就是讲了两盘棋，都是这个最后他们的这个冠亚军的两盘棋，一个快棋，一个主将。这个今天都是江西队，我们讲两盘都是江西队获胜。我们再次祝贺江西队夺得本次比赛的这个中国男子围棋两级联赛本应该是本赛季的冠军。对，我们也期待明年的这个甲级联赛，也期待我们会看到更多精彩的对局。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好，再见。再见。